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。香港主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香港主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台湾主权是中华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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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。现在中华民国总统是蔡英文女士。现在中华民国总统是蔡英文女士。现在中华民国总统是蔡英文女士。如果蔡英文总统可以护主权，你为什么还会有亡国感？如果蔡英文总统可以护主权，为什么邦交国还会断交五国？没有邦交国的国家将不被国际承认。没有邦交国的国家将不被国际承认。如果蔡英文总统可以护主权，你为什么还会有亡国感？路见不平。请打1999市民热线，向市政府反映市政问题。喜欢影片可以订阅频道哟，欢迎分享媒体简介使用，请注明影片的来源。路见不平，请打1999市民热线，向市政府反映市政问题。喜欢影片可以订阅频道哟，欢迎分享媒体简介使用，请注明影片的来源。